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《职场达人》节目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一、职场搞笑秀，幽默是升职捷径；二、薪资翻倍计，巧用数据说话；三、社交魔术师，轻松玩转人际关系。那么，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职场搞笑秀，幽默是升职捷径。各位同仁、学生们、网络上的朋友们。 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严肃的话题——职场幽默。是的，你莫听错，我们是要严肃的谈谈幽默。在职场上，幽默不仅是一种社交技巧，更是一种智慧的展现。当然，如果你的笑话让老板笑到从椅子上摔下来，那么你升职的速度可能会比他站起来的速度还要快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职场幽默。职场幽默不是指你在会议室里放个谁都不敢承认的屁，然后假装是办公椅发出的声音。不。 那叫职场灾难。真正的职场幽默是指在适当的时机，用恰到好处的笑话或轻松的言语，缓解紧张的气氛，促进同事间的和谐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帮助沟通和解决问题。那么，幽默如何成为升职的捷径呢？首先，幽默的人通常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友好和可亲的。当你能让周围的人笑，你就已经在无形中建立了一种正面的人际关系。老板和同事都喜欢和一个能带来正能量的人一起工作。 当然，这不意味着你每天都要像个喜剧演员一样，把办公室当成你的舞台，时机和分寸感是关键。其次，幽默是一种智慧的展现，一个好的笑话往往需要观察力、机智和语言表达能力，这些都是职场上受到重视的能力。当你能够巧妙的用幽默来表达你的观点或者化解尴尬，你就展示了你的聪明和处事能力。当然，幽默也有风险，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幽默感。 你的笑话可能会被误解，甚至冒犯到别人，所以了解你的听众，避免敏感和争议性的话题是使用职场幽默的基本原则。最后，让我们来分享一个小故事。有一次，一位员工在电梯里遇到了 CEO，紧张的气氛让电梯里的空气都凝固了。这位员工突然说：“CEO 先生，我听说您的电梯直达顶层，不知道我的职位能不能也这样直达？”CEO 被逗笑了，随后他们开始了一段轻松的对话。 几个月后，那位员工真的获得了晋升。当然，这可能不全是因为那个笑话，但至少他打开了一扇门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下次当你想要在职场上留下好印象时，不妨试试幽默。但记得，幽默是一把双刃剑，使用的当，你可能会笑到最后；用错了，那就不是笑话了，那可能就是你的职场悲剧。祝大家都能成为职场上的幽默大师，不仅升职加薪，还能让工作生活更加快乐。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薪资翻倍计，巧用数据说话。好的，让我们来谈谈那个被称为薪资翻倍计的传奇故事。这是一个关于智慧、策略和一点点数据魔法的故事。从前从前，有一位聪明的职员，我们就叫他小明吧。小明在一家大公司里工作，他的工作表现一直很好，但是他的薪资却像是被时间冻结了一样，一动不动。于是，小明决定要采取行动。 他决定要用数据来说服老板给他加薪。首先，小明开始收集数据，他不仅仅收集了自己的工作表现数据，还收集了市场上类似职位的薪资数据，甚至还有公司内部其他员工的薪资数据。他像是一位数据侦探，将所有的线索一一串联起来。接着，小明开始分析这些数据，他不仅仅展示了自己的工作成绩有多么亮眼，还指出了他的薪资与市场上的薪资差距。 以及与公司内部其他同事的不公平，他的分析像是一场精彩的数据交响曲，每一个数据点都是音符，合在一起奏出了一首给我加薪的悦耳乐章。最后，小明将这些数据制作成了一份精美的报告，并找到了一个适合的时机，向老板展示了这份报告。他的报告就像是一部精彩的电影，每一张图表都是一个镜头，每一个数据点都是一个情节，而结局就是老板被深深打动，决定给小明加薪。当然。 这个故事可能有点夸张，但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在谈判薪资时，数据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。它可以帮助我们客观的展示自己的价值，并且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来支持我们的请求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们也想要薪资翻倍，记得开始收集你们的数据吧。不过别忘了，数据只是手段，最终说服老板的还是你们的努力和成绩。祝你们好运，也许下一个薪资翻倍季的主角就是你们。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社交魔术师，轻松玩转人际关系。各位同学、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——社交魔术师。这不是指那些在聚会上变鸽子、抽丝巾的魔术师，而是指那些在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，能够轻松玩转各种社交场合的高手。首先，我们得承认，社交魔术师并不是天生就会飞的那种鸟，他们的技能是后天练就的，他们的秘诀在于观察。 模仿、实践和反思，就像学习魔术一样，他们不断地练习社交技巧，直到这些技巧变得自然而然，仿佛是魔法一般。现在，让我们来揭开社交魔术师的几个小秘密：一、倾听的艺术。社交魔术师懂得倾听比说话更重要，他们用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和那副能够洞察心灵的耳朵，去捕捉对方的每一个细微表情和语调变化，这样他们就能够更好的理解对方，从而做出恰当的反应。二、 适时的赞美，赞美就像是社交场合的润滑油，但是过多就会变成滑腻的把戏。社交魔术师知道如何适时的给予真诚的赞美，让人感到舒适而不是尴尬。三、幽默感，幽默是社交魔术师的法杖，能够瞬间点亮沉闷的气氛。但是记住，幽默不是讽刺，它应该是建立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的。四、适应变化，社交魔术师懂得如何根据不同的人和场合调整自己的行为，他们就像变色龙。 但是千万别误会，他们并不是在伪装，而是在展现自己多面的魅力。五自信但不自大，自信可以让社交魔术师在人群中闪闪发光，但是自大则会让他们迅速陨落。他们知道如何保持自信的姿态，同时又不让自己显得高不可攀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社交魔术师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的存在，他们只是在人际交往的舞台上更加熟练的运用了自己的技巧，而这些技巧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掌握。 所以，下次当你在社交场合遇到一个魅力四射的人时，不妨想想他们是如何练就这一身本领的。也许你也可以成为下一个社交魔术师哦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聊了聊职场幽默、薪资翻倍计和社交魔术师这几个话题。通过幽默，你可以在职场上留下好印象，促进同事间的和谐；通过数据，你可以有力的说服老板给你加薪。 通过社交技巧，你可以轻松玩转各种社交场合。这些技巧虽然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实际上需要不断的练习和实践才能掌握。所以，亲爱的观众们，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你们觉得幽默、数据和社交技巧在职场中的作用如何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谢谢大家收看《六度穿越》系列节目。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。 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、设计、制作，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